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长度只有6米的豪华自走式露营车。一进到车内是一个迷你的客厅空间，有双人的座位，还有一个小桌子，很适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。搭配驾驶座的旋转座椅，这边可以坐到三个人。桌子可以多方向的扩展，也可以前后移动调整。上方有两个大的收纳柜，还有很多小格子可以自由运用。这个客厅太舒服了。旁边的迷你厨房配备应有尽有，搭配单口的电磁炉，还有这个很有质感的洗手槽。下方还有很多收纳空间跟一个超便利的微波炉，如果想切菜空间不够，它还可以扩展它的桌面。为了更大的走道设计，冰箱藏在客厅的椅子下，可以旋转调整冷藏或是冷冻。大空间的卫浴设计自动感应灯，在里面的感觉完全不拥挤。它有洗手台跟雾黑的莲蓬头，我觉得超帅的。还有一些收纳空间，马桶竟然是棉质马桶，可以冲屁屁耶，太爽了吧！后方的多功能卧室空间搭配对桌的沙发，平常可以当多人客厅使用，中间会有大桌子用餐也很方便，它有一些小细节都没有放过，想睡觉的时候直接一键升降床就变成上下铺，最多大概可以睡到四大两小。那配备家用型的冷气，夏天绝对舒服。所有的灯光、电量、水量都是用这个触控萤幕完成，地板是用游艇的专用地板设计，还有 LED 的气氛灯。全车有别于木工的设计，它多半是模具制成的，所以重量超轻，不到三吨，完全符合法规。搭配皮革跟木质点缀，让这台车设计别有一番风味啊！你心动了吗？